四百年前，魔魁为虎武林，三高高秀才洪荣德提魔成功。经过了四百年，三高秀继蒙，魔魁再次兴作乱武林。一代新人素焕金为弥平虎劫，召集三团人，叶修梯剑棍乱射功德，利用魔魁在天竺峰吸收大地灵气之际，联手伏魔。大哥，我不能明白。为何你不杀魔魁？现在有所不敌，杀得了肉体，杀不了元灵啊！此时杀了他，只有中到四百年前的福田，魔魁终究会再重生，再劫也永无止休。但总不能将伊永远囚禁吗？这只是暂时，如能瞬息一物，便可以完全消灭魔魁，是福不菩提明镜。菩提明镜是菩提本无树。明镜一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其者真爱？菩提明镜乃元灵之克星，任何灵气在镜光的照射之下，进化虚无。大哥派出三团人，就是为找找出物。这时，只要能找到出物，魔魁就永无再生之机了。方才有人来过吗？杜鹃魔女。令魔鬼恁的面目无声无息挂上触感，此人功力不差。大哥，这个有什么用意？这嘛，这是一个邀请函。哈、啊，各家乃是靠密三字组合，密与密同音，有一说依靠碎密，也就是有人想约我一谈，欲向我讲一件秘密。原来是这个含义。不是也无时间地点如何富裕，这是一个梅花街，外环有十个做正街，那又如何？梅花一称灵香，所谓灵香易告骨，香艳几堪餐，便是赞颂梅花之姿。而此乃最生食物，结而成环，有环最之，也就是指乌白之色。两者相加，便不难明白富裕的地点。必是知灵凶恶咯，可是此人凶妖计，不敌是先是恶。大哥，让我一力同行吧。也好，小贤弟，小贤同。师尊有何吩咐？为首一力的书籍有事外出，令两人好好固守琉璃仙境。是，师尊啊，燕国地已经泡好了，就和恁两人饮吧。恁不是师兄讨恁吗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希望的频道可以按下我订阅按钮跟铃铛，那可以追踪我的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有观众朋友就是有贴这个讯息让我知道了。那我看到这个上Steam版也是有心有戚戚焉啊。因为大师第一次接触布袋戏呢，就是因为《圣石传说》这款游戏啊，是游戏哦，先说不是电影版。那可能是因为今年上市的说完真的电影，然后就是重启这个《圣石传说》这个 EX 啊，要上实定版。那这个 EX 呢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那里面的剧情应该都跟那个光碟版的一模一样啊，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啊。那它优化有没有优化的很好？目前就还不知道，嘿，就还不知道。那夜小钗、千钧蛇恨，然后诺斯狂刀，那还有青阳子、黑白蓝君，啊，傲笑红尘都可以当做你的伙伴使用哈。不过傲笑红尘跟黑白蓝君是有一些特殊的拿法啦，哈，特殊的拿法。那这款游戏大部分都是跟《圣石传说》的电影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然后有增加一些额外的剧情在里面啊，因为毕竟是游戏嘛，然后跟增加一些电影版没有出现的画面，嘿的画面，就是算补足就是《圣石传说》结尾的遗憾啊，遗憾吗？对，遗憾，对，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当初。我记得我的频道第一个上传的游戏就是《圣石传说》啦，没记错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，很久了，真的很久了。
那会不会实况这款游戏就再看看啊，再看看。那我觉得这款上 Steam 应该会蛮多人会对它有兴趣的啊，因为真的有蛮多玩家是后来对布袋戏有兴趣，然后想要玩这款游戏的话，那因为光碟其实都已经基本上已经绝版的啦，那大师自己是有啦，那如果喜欢对这款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就是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，对，关注一下。不过他这边画面有点模糊。好，那3月11号，如果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去注意一下，然后去购买，应该不会太贵啦，我猜应该两三百块吧，应该吧。然后这边的 EX 是当时的那个《圣斗传说》的电影版啊，对。那结局我就不爆雷了。那有些特色哦，后面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哦，就刚刚我说嘛，他这边有写任意更换贵友与青阳子上上并肩主战，其实还有两个啦，是傲笑红尘跟千钧蛇恨啊，不是傲笑红尘跟黑板郎君，哎，这两个是隐藏人物啦。啊，这是悬空斩哈，悬空斩，然后万世狂刀是江山一手，然后最低配备应该没什么问题啦，大家都可以玩。啊，就这样子，那就大家有兴趣可以玩一下，呵呵，可以去购买一下。3月11号，目前就这个样子了。好啦，也是蛮开心，可以看到《圣斗传说》上 Steam 版的啦。那我们期待一下大宇的那一款《PD 奇侠传》会不会上 Steam 版呢？好啦，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 喽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